为咗喺履历上有更多嘅经验可以填写，唔少学生都会争取各种嘅实习机会，希望增加竞争力。除咗透过大薪实习累积经验，有学生不惜参加无薪实习。不过有一啲无薪实习有机会系假实习真雇用，触犯卑斯省就业标准法。咁学生喺实习中有啲乜嘢得与失呢？新时代电视一台星期五晚9:50，26分钟见证实录精华回顾，会同大家一齐了解。